第一次可以警方啊批出个不反对通知书啊，可唔可以讲讲今次过嚟嗰个参加游行想表达啲咩诉求啊？五大诉求缺一不可。即系点解要出嚟就我哋嗰啲细路仔女俾佢打得好可怜啊？政府呢啲狗官啊，唔做嘢啊，太可怜啦！打得好嚟，我唔出嚟唔得噶。我哋香港嘅要加油啊，要反抗啊！嗯，就咁样咯。其实你自己有冇仔女上街咧？我哋仔女即系都有，但个即系我哋嗰啲仔女都有，但系。打嗰啲人就等于打我哋仔女噶嘛，太可怜啦！我哋嗰啲香港一定要团结啊，就是力量啊！即以后嘅即团结就是力量，一定会即赢啦，一定会胜利咯，咁样咯，系啊。点诶，请问点称呼你咧？我点称称呼你啊？我系叫我姓陈嘅。陳女士咯，嚇嚇嚇。可唔可以講講咧？點解你講到呢啲警方打呢啲學生仔，你會咁激動咧？嚇嚇！我哋呢啲學生仔為咗香港嘅，即係為咗唔係為自己噶嘛，犧牲自己出嚟咁樣為，即係犧牲前途、犧牲自己嘅命啊，俾細路為咗我哋香港人噶嘛，人權咯，咁樣咯，即係唔係為自己利益噶嘛？佢出嚟就即係。帮我哋香港人争取嗰啲人权自由咁样咯。你觉得而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个签署嗰个法案咧，你觉得第一个要制裁边一位咧？制裁林郑月娥咯。点解？嚟吓，佢话最高会即系佢最高领导，佢唔听民意噶嘛，同埋佢系点讲啊？即系佢系即系讲佢即系。即佢作為領導人，即係指導為中國做嘢，係害我哋香港人噶嘛？為咗呢群人工啊，出賣良心啊，出賣良心。你我睇你都有啲鄉音，你係邊度過嚟？我係福建人啊。哦，福建人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你係咪以前都係有大陸移民過嚟香港？我嚟咗三十幾年啦。哦，咁你都經歷到共產黨呢啲迫害咯喎？共產黨講嘅唔算數咯，冇人權咯，即共產黨講嘅唔算算數咯，即一黨專政獎啊，叫人哋寫就要寫噶，就咁樣咯。對，你有冇啲鄉下嘅親友咧都知道而家香港發生啲事咁樣嘅事咧？香港佢都話佢自己大陸啊，話大陸好噶嘛，唔係話香港好噶嘛，但係我哋。本身喺大香港知道係大陸政府對我哋，但一路咁壓迫落嚟咯，鎮壓我哋咯，害我哋香港人咯。而家咧好多人係嗰個天滅中共咧，你係咪都支持咧？梗係支持啦。點解？佢害我哋香港人噶嘛？我哋香港人自由香港，梗係愛我哋香港人啦，為我哋個仔女噶嘛，係咪啊？是不是你們都是親戚或者是什麼同鄉啊？朋友都是朋友同鄉啊。 OK， 我不懂事，我不懂說。 OK， 好，謝謝你。可不可以讓你們照相啊？我有想